大家好，我是镜子。又有粉丝留言说想要看松鼠，好的，收到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红、棕、黄进行混色，松鼠主体的颜色就出来了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做它的头部，先捏出它的头的形状，加上鼻子、眼睛、耳朵、腮红。接下来是身体，做出它的四肢，我们再给它做一个橡果。最后是尾巴，那么小松鼠就做好了。潘潘，你喜欢吗？期待你们的评论、点赞、加关注哦。那我们明天见。